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弟妹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因为呢，这一次逢过年的期间，我就想说来拍一个比较可爱不一样的影片，就是呢，我想要让珍珠跟奶茶跟大家拜个好年啊，不是。我就在网络上面买了适合拜年喜气洋洋的猫咪服装，开箱一下我买了哪两个服装。讲讲讲，它是格格服装，因为它上面这个头饰有没有很可爱？你要不要？皇上吉祥的皇上的服装，更可爱的是它有一个皇上的厚披风，有没有兴趣？跟你一样颜色哎。大家都兴致缺缺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了，要试试看。那如果他们真的不喜欢的话，就不要勉强。鼠年睡饱饱，顺顺平安好。那愿所有的好愿都属于你哦！我爱鼠大家了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的一年，请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弟妹频道，还有珍珠奶茶哦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喜爱，鼠年新年快乐！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！好，我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了，辛苦你们。Hello， 大家拜拜。